小小冰，它的包装好可爱哦。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要跟大家开箱麦当劳的柚子套餐。好，这个就是麦当劳的柚子套餐，然后它现在这样子呢，我点的这个是九块鸡块，它有分辣跟不辣，那这个是不辣的九块鸡是8.35元，那如果有辣的九块鸡的话是8.55元，然后现在是搭配就是中秋节前夕柚子季节，拿出一个就是柚子 cream cheese pie。然后它这样 sauce， 这个是柚子的一个 sauce， 然后是跟你搭配那个鸡块用的。然后因为现在它的儿童餐还有就是小小冰，所以我又点了一个这个小小冰的马铃薯。对，这是小小冰的马铃薯块，很可爱吧，可爱呢。那因为它这套餐本身有多一个派，那我又再多点一个派，对，所以我总共有两个派。那单点一个派的话是1.5块钱，然后这个 potato 小小冰的 potato 块这样是2块钱，那这样吃给大家看哦。好，首先是跟大家讲这个是柚子派，打开给大家看。打开长这个样子，金黄色的，跟苹果派差不多的感觉。嗯，它那个柚子酱的香气好香哦。它吃起来是这样一半，这边有点像那种韩国柚子茶的那种柚子酱，然后这边是那种 cream cheese 的这种 feel， 然后 cream cheese 它比较不甜，然后它比较是那种奶香味重一点，然后绵密绵密的感觉，然后柚子酱它不是很实，它是偏粘稠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就是柚子 cream cheese。吃了一个派有双层的感觉，好好吃哦。它有一点点那个柚子的那个果肉在里面，大家看到。柚子派的部分啊，我给9.5分。然后这个套餐本身还有附一个饮料，噔噔，这个是柚子的，有点像气泡水。里面也是挤那个柚子酱在里面，它有点像那个柚子酱，然后加雪碧的感觉，还蛮好喝的。这个我本身会给8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比较特别的是这个。这是柚子酱，柚子酱，这平常没有，是最近才有，吃给大家看。
子酱有一点咸咸那种咸 cheese 的感觉。Smoky sauce， 它写的是 cup smoky sauce。有点咸咸，然后有点奶香的感觉，然后又有点带起司的味道。它这是什么小食？它这边写的是说 smoky nacho sauce。Smoky nacho cheese， smoky nacho cheese sauce， 所以它这个不是柚子酱，我以为它是柚子酱。Nacho， nacho 是 N A C H O cheese。好，这个原味鸡块加 nacho cheese 的时候，我本身会给八分。嗯，我觉得那柚子茶好喝，雪碧加柚子茶。我们可不可以自己 DIY？自己买可口可乐雪碧，然后再加韩国柚子酱，然后再加冰块，然后自己这样摇一摇，这样就变成它的柚子气泡水了。可不可以哦？好，接下来是这个小小冰，它的包装好可爱哦，侧面。打开长这个样子，哇！然后它是总共有六块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样是新币两块钱。好可爱，它对你笑。好，先吃看。嗯，是原味的。里面是那个马铃薯泥，然后外面裹粉，然后下去炸，然后再塑形。这个沾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嗯，好特别的感觉，有点那种咸咸 smoky cheese 的味道。哎，这样沾马铃薯泥还不错吃哎。如果是这个加这个的组合，我会给8.5分。我第一个寿司就吃完。它这个套餐9块鸡块啊，它会给2个寿司哦。然后我薯条，我喜欢点5元的薯条。5元薯条类的呢？薯条本身也是马铃薯做的。薯条的质感比较硬。然后加这个 smoky cheese sauce， 比较有一点点违和感，不过是蛮有嚼劲的。然后嚼久了之后，有一种那种咸咸的味道从嘴巴里面冒出来，就还蛮特别的。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
换了。的寿沙，它是给这个，这是番茄酱，它这是辣椒酱，它这是给你沾薯条用的。
好，那最后一个，这个是要留给我室友吃的，所以就先留着。好，今天分享的麦当劳的柚子套餐，应该是这样子。这样是柚子套餐，加柚子套餐这样子是8.35元，然后再加这个2块钱，如果单独买的话，这个是1.5块。好，以上是乔林日志。那今天分享就是新加坡麦当劳的新品，就是柚子套餐。那其中我喜欢这个柚子派。它里面有就是 cheese 加柚子这样的感觉，非常好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尝鲜看看。单买的话，一个是1.5块钱，对，然后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那以上是乔林日志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按赞分享哦。我们乔林日志下次见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